来了吗？还没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灯红灯照的没有下来。没关系啊，要等吗？还等吗？旁边那个就很吵啦。然后那就望过去啊，你不就帮你找他们知道路吗？因为他们没去过古桥啊。对啊，因为古桥从来没开过呢，完全没开过这个桥。我有抛过，对对，一个桥。你们从旁边可以，旁边可以下去。对，旁边可以下去。我们上次骑摩托从这里上，本来不是上去，后来没有去，就不接近了。哦，摩托是从这边。这个是另外一个面，不能站。啊，关西这边，另外一个算关西上，还有一个从农民。现在就是跟着上长街。我们班上比较广。没有啊，可是我觉得他这里比较远的，从这里骑要七公里，还是要从这里，那有上不去。这有上下牵车吗？没有，我们上次也没下牵车啊。嗯，你上次是一口下滑那条啊？我没有休息，休息啊。龙潭，我觉得龙潭比较好哎，3.8K 就骑我了。我老公骑了7年多，太过累了。什么鬼呢？他跟上了，没有，他知道路。所以要，正道堂是正道堂是跟谁？因为它比较长。刚刚有一起出发吗？我老公说最后面没人了哎。最后面没人。对，怎么可能？因为还有五个。啊，那个国玉跟谁？国玉嘛，然后还有五个正道堂。武松一个，五个。然后武松知道路啊。然后武松是不是在后面？如果后面的话就不用等。那我们过来先过去好了，先过去。先过去，然后我再跟那边。Thank you.
了。你先下去，我换他们联络一下。我不要，可是钱你又觉得不要啊，你看。你要等我啊。讲你也要亮起的。东古桥，这里是桥，桥，呀。